人类的语言中最好的一句话，就是大家都听过的阿弥陀佛。有的人一听到就很想笑，学着电视回答说善哉善哉。有的人一听到就很烦恼，说啊，我又还没死，你怎么给念阿弥陀佛呢？他以为阿弥陀佛是人死掉了，师父为人超度才念的，这都是错误的看法。到底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讲阿弥陀这三个字。这三个字是梵语翻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是无量。什么叫无量？就是很多很多，多到无可限量，包含无量光明。无量光明就是无限的空间中美妙的一切，有包括无量的寿命，也就是无限的时间中一切庄严美妙。还有佛这个字是我们常常听到的，不过也时常把佛和一些鬼神混在一起分不清。其实佛并不是鬼神，他的意思是觉悟者。他已经觉悟宇宙人生一切的道理，而且他的慈悲智慧透过修行都已经开发达到圆满无障碍的地步。不但佛自己觉悟已经达到绝对快乐欢喜的境界，而且他也愿一切众生都和他一样，永远不必受一切痛苦，可以解脱自在。所以佛不断地以慈悲心用智慧来教化众生，救度众生。所以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包含了无限的意义，无限的祝福，因为它的意义是无量光明寿命，无量慈悲智慧，无量觉悟，无限的欢喜。您想想看，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哪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好呢？有人认为阿弥陀佛是老太婆才念的，哪有年轻人念这个呢？事实上，阿弥陀佛是真正有研究的人才知道非念不可的。目前台湾的大学生念阿弥陀佛常常比老太婆还虔诚，因为他们研究佛教的道理，了解这句阿弥陀佛原来是这么深奥，这么美妙啊。有些人一听到别人跟他说阿弥陀佛，他就说不好意思了，小声点，让别人听到不好。您想想看，我们这张嘴什么不好的话都敢说，比如现在很流行伤脑筋真头疼，其实您想想，伤脑筋有什么好呢？我们不明白意思就随便跟着人家胡说，也不自己用脑筋想想看，到底什么时候会伤脑筋呢？譬如车祸撞到头受伤就会伤到脑筋，或是高血压中风就伤脑筋，那半身不遂是很悲惨的，有什么好呢？为什么这种不吉利的话大家都挂在嘴上，自己却不知道？反过来说，像阿弥陀佛这么好的话，
反而不知道应该时常念时常说，这样是不是颠倒呢？再说人与人见面总是问你好吗，你吃饱了吗，不管是回答好或是不好，不管是回答吃饱还是还没吃饱，都没有多大意思啊。不如我们互相说一句阿弥陀佛，代表彼此之间无限祝福的意思。让我们互相祝福前途光明，祝福消灾延寿，祝福无限吉祥。这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意义。也可以互相提醒我们要以智慧来办事，提醒我们要彼此慈悲相待，互相勉励要随时觉悟，处处觉悟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自己随时念佛，也就是提醒自己随时面向光明，处处觉悟，不要给世间种种虚幻的假象迷惑了。我们年轻人如果常常念阿弥陀佛，心情就会平静，也可以将我们潜在的智慧开发出来，做事就会顺利，福报和智慧都会增长。在我们病苦的时候，如果能够至诚念阿弥陀佛，心就能够和佛解脱自在的智慧相应，也可以感得佛力的加倍。佛力包含了无限治病的能力，含有无量光寿的伟大疗能。佛力加倍下，身体的疾病自然会加速康复。病中真能念佛，心会充满喜悦和慈悲，身体有病心也不痛苦，有病也没有妨碍，甚至比平常人更加明朗活跃，更乐于效法阿弥陀佛奉献生命。假如我们和这世间的因缘已经尽了，寿命该终的时候，能够至心恳切地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还会来接我们到他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远不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。这就是念阿弥陀佛最好最大的作用。在这个宇宙中有很多的佛，他们本来和我们是一样的众生，但是他们觉悟了，修行成就了，开发出本有的佛性，就叫做佛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都是佛，阿弥陀佛也是一尊佛，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弥陀。这尊佛在他过去时修行的时候曾经发过愿，如果有人曾经听过他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升起对他的信心，欢喜要去他的世界，甚至是临命中才听到，到临命中时肯念十声佛，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什么叫做西方极乐世界？祖师告诉我们说，西方代表我们自信的坚定
很清净，因为是阿弥陀佛修行开发出清净的佛性所显现出来的世界，所以叫做西方。为什么叫做极乐？那个世界可以说是宇宙中最美最庄严的世界，在那儿完全没有罪恶和任何的痛苦，只有无限的清净喜乐，所以叫做极乐。阿弥陀佛就像校长，建设出最好的教学设备，安排了像观世音菩萨那样伟大的诸大菩萨做我们的老师同学，陪我们一起游玩，在快乐中学习，让我们听听鸟唱歌，风吹树叶的演奏音乐，看着花朵放光，甚至到水里去游泳都可以开悟。和自己的心相应的事情比较容易相信，和自己程度差太多的事比较不容易相信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真实消息，必须要很有福报的人才可以相信，才肯接受阿弥陀佛的邀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。一般人的头脑比较污染，也比较退化了，都只能相信报纸上所写的一些灾难啊、罪恶恐怖的事，比较缺乏福报能力来相信这种好事，甚至会把这当作是神话。这就好像古人不相信有火箭能够飞到月亮，非洲的土人不相信世界上有美国一样。这也不能怪他们不信，因为信是需要智慧的，也是需要相当福报的。哥伦布当时如果没有智慧，相信海的那边一定有陆地的话，他也不会驾驶船去航行，发现美洲。我如果说要送给你一包柳丁，你可能不会怀疑，敢接受。我如果说我美国有间房子、花园、汽车，连司机都没有条件要送给你，你可能会吓一跳，怀疑我不知道有什么企图。你可能会不敢接受，因为你这一生如果不曾对人慷慨，当然会怀疑我的慷慨。我们众生很少有佛那样的慈悲，所以也时常会怀疑佛的慈悲，不敢接受佛的慈悲。极乐世界虽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但是只有善根福报足够的人才敢相信，敢接受。临床当医生，我已经看到一些人，因为他一念相信的，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又肯念佛，在他临终时真的看到阿弥陀佛现前来接引他去极乐世界。这种大好的福报和美妙的西方真的就给他得到了，这真是太便宜又太简单了。这种事在实行上实在不困难，可是要真的相信比较难。有人会说，既然如此，那我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念佛就好了，何必平常
时时念呢？您想想，为什么我们平常要念佛？譬如说，一个小孩子，假如从小不写习题，爸爸妈妈、老师说的话也不爱听，闲着就看电视，在外面闲逛，这样怎么能考上大学呢？所以，我们平时要随时练习念佛。念佛在念的当下，我们的心就平静，我们的心就光明，可以说马上就进入极乐世界。我们平常健康好好的时候，若不练好功夫，一般人在临命中的时候都非常痛苦。譬如我每天在医院里看到，人将死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很痛，痛得不休止，又没办法说话，睡不着，吃不下，要不然就是喘不过气来，一口气都喘不上来，要专心念佛就有困难。并不是完全不可能，是相当困难，必须要相当有愿力的人才可以做到。我们再说十大死亡原因，第一位就是癌病。这种病一般都很痛苦，除非他平时很认真念佛，佛力加倍之下才可以不痛苦。一般没念佛的人都会很痛很难过。您想想看，平常如果被一只蚊子咬到就觉得心烦，没办法安静念佛的人，假如有一天大痛起来，是不是可能静下来念佛呢？也有可能是大出血，吓都吓得发抖了，要安心念佛就有困难。再说高血压，假如中风就昏迷不醒。一般人十个当中，可以说有九个在临命终时都是昏迷不醒，自己做不了主，要不然就是意外灾害，临时在车祸啊、飞机失事、火灾中丧命，这都是在非常恐怖中去世的。您想想，这种恐怖的意外，怎么可能平静地念阿弥陀佛呢？除非您练习到，无论什么紧张的情形，第一念都能够念出阿弥陀佛，才有可能在临时意外变故中念出佛来。所以平时念佛就是练习，随时练习提醒自己要有光明慈悲的心。譬如说，我们最好知道，假如是火灾就打119，就会有救火车来救火。但是我们如果完全不知道火灾到底该打什么电话才会有人来救，心中又自己固执这样想，哎呀，管他火灾做什么，那是很不吉利的。或是自己认为不会了，我才不会那么倒霉遭遇火灾呢，因为不喜欢火灾，所以故意不去注意，也不记得是什么号码会有人来救，万一真的遇上就很麻烦了。甚至您的左邻右舍有人遇上，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他。以前在台南，有人在火灾的时候心里一惊慌，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出去，心慌意乱的，拿这样也不对，
拿那样也不对，换来换去，到最后是抱了个尿桶跑出去。这是事实，我们千万不要笑别人。我在医院里看到很多人临终的情形，从来没有看过一般不念佛的人能够很镇静又舒服，在满脸的微笑中去世的。一般人去世都很痛苦，手忙脚乱，喊抱尿桶逃走，实在是没什么两样的。我只有看过佛教中修行很好，平时很认真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他自己预先知道时间到了，就很自在，仿佛要回到故乡看风景，要回到故乡看亲戚朋友，那么高兴，很自在地回去了。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就有如119那样的电话号码，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假如事先知道，到时候心里就可以打出阿弥陀佛这个电话号码，一打出去就自然会有佛菩萨派人来解救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快下雨了，出门就要带雨伞，以免被雨淋到，淋得感冒生病。我们如果因为不喜欢下雨，就故意不准备雨伞，一旦下雨只好淋雨了，难过也是自己难过啊。而且并不是说我们一买雨伞马上就会下雨，如果说一买雨伞就下雨，那么派上用场更好，总是比淋雨感冒好。平时如果将雨伞埋起来，就不怕下雨了。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在卖伞，这个意思是说念佛也是一样，并不是一买雨伞就下雨，下雨是要看因缘的。也不是说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马上就会来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要往极乐世界也是要看因缘的。有人把往生极乐世界当作是死亡的意思，这是很大的误会。其实往生极乐说的明明是往生，是从此过着没有痛苦、清净、快乐的生活，过着佛菩萨的生活，并不是死亡的意思。这是可以在现身活着的时候就达到的，也可以来生才达到。如果能够一念佛就感应到阿弥陀佛现前，从此就过着极乐的生活，这是最虔诚的上等功夫。一般人虔诚不够，内心放不下的垃圾还很多，所以念佛念不专心，心里好像还有很多事比佛还重要。有人常常担心自己的功夫不知道够不够去极乐世界，其实我们能不能去极乐世界，主要并不是由自己的能力来决定，主要是因为阿弥陀佛在建立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发了大愿，佛很欢迎所有的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去，永远安乐，不必再受苦，
直到成佛。阿弥陀佛，如果没有发这个愿，我们的功夫再好也不可能去。是阿弥陀佛，他先主动发愿要救度我们。我们只要相信佛的慈悲心，又愿意接受佛的好意邀请，而且对这世间的种种又放得下，这就是有信又有愿。有信又有愿，即使只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也够力量往生。当然，临终的时候能够念十句佛是一定可以去的。所以信心和愿力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去极乐世界的主要因素。就恐怕我们什么不好的事都肯相信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好事不敢相信。就恐怕不实在的凡夫所说的话我们都听得很信，就是佛告诉我们的实在话我们不肯相信。就恐怕你什么痛苦都肯接受，只有极乐世界的快乐你不敢接受，这就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。如果是有福报的人，一听马上就相信接受，一念清净念佛，一念就可以把佛的电话线接通。